杨洁篪来自上海，杨洁篪和杨澜啥关系啊？杨洁篪和杨澜和吴征什么关系啊？大家再想想杨澜这些年的所有的生命历程，包括泰国的正大集团，还有杨澜当年到欧洲去认识查尔斯，通过我的哥们儿邓永锵，邓永锵明确告诉他，让他介绍的当时的就是国家安全部的人找他，他当时香港俱乐部的会员那个合伙人那徐老板，那就是国家安全部的人的，对吧？那是最火的时候，当时中国会在北京就是用着邓小平四川驻京办事处的房子做的中国会啊。习近平上来以后给他关了，在那个地方就是蓝金黄，英国大使、欧洲大使，甚至外国大使的那些大使专门到那俱乐部去，带着所谓的女朋友到那开房睡觉，里面有一二十个房间不对外的，那是俱乐部，很贵的。然后呢，都给录像啊。杨澜、吴征经常去啊，吴征在里边喝酒，杨澜跟外国人睡觉，而且睡完觉出来以后，那领导都在旁边等着呢，那都马上喝庆功酒啊。所以说这里边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人性可言，他是一个工具，他那个黑森林是工具，作案的工具。吴征本人也没有任何所谓的妻子、孩子什么的，没这个感觉，他以此为荣啊，每次都是和所谓的组织上谈条件。我多少次就在那个当时的中国会，我在旁边房间喝酒，那吴征和杨澜和安全部的领导还有总参的领导进去，然后呢，杨澜出去以后和旁边一房间讲英文呢、啊，是吧？跟那外国说驻华领事啊、驻华使武官呢、啊，在那块喝酒，那房间都在大卧室的，外面喝酒，里边是卧室，上下一起喝，三品连到时候三荷兰了，那、啊、太正常了。这都是本人亲身的经历，像杨澜这样的人物在中国有多少呢？最起码得上千人，但是混到像杨澜这个级别的没几个，能混那么长时间的没几个，这不是开玩笑的。只有杨澜有这个本事和吴征告诉宋祖英，今天需要你出面，我们要跟国际上什么人什么人见面。宋祖英必到，为什么知道吗？不是杨澜多牛，是杨澜的组织有多牛。